到了这个转折这块呢，稍微往上带一点，稍微往上带一点，那就自然了，那能形体上它就能转过去了，就是一个小转折面，这块也是一样啊。这些这是鼻骨啊，鼻骨这块，鼻侧背。啊，这块比较重。上面这儿亮，这个里边呢，鼻侧面，鼻子侧面它这个暗部的变化也就比较丰富了，就是找这个变化。那塑造暗部，深入暗部是深入啥呢？就是深入暗部里边的不同的变化。那这个都找到了，它暗部自然就丰富了，丰富了看上去它就不简单了。所以暗部里边一定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去画。比如说我一张画用3个小时，那可能暗部就要画2个小时。这样的一个分配。
啊，这是这个侧面啊。就这个侧面这个颜色和这个底面啊，和这个美工底面这个颜色相比，还是要弱很多。啊，这上面再加强。啊，整一点，就是说上面这个底面整体上它要比这个侧面要重，啊，然后底下这块呢，也是啊，比这个底面呢，整体它比这个侧面要重，还是有一定的秩序的。如果说这个 2H 升不下去，换 2B 啊，换软的。哎，这个面呢，很明显要比侧面要重。那这个时候，它这个画面上其实就非常的，深入了啊。它这个暗部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深色块，它里边是有变化的啊。你看这层啊，包括这里边呢也有变化。然后这深的浅的，然后浅的这是深的，这又浅，这块深，就它有很多这个小的这种颜色。起伏啊，颜色起伏，这边呢也给它跟上。
啊，这块弱一些。啊，就整个把这个物体走一遍啊，物体走一遍。好，物体走一遍，然后把这个桌面下面跟上。加深，首先它呢要比背景要深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它在前面嘛，对比比较强。但是它呢又比它弱，就是它最强，它第二，后面的背景第三，它总有个三个对比。好，这个颜色基本上就差不多，然后再拿这个。IH 再细走一下，这是基本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大的关系啊，画面的一个大关系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暗部啊，暗部过了一遍。好，好，现在看上去呢，就画面就比较整一些了。现在呢，我开始往这个灰面啊，往灰面上画。用 4H 啊，就是比较硬。
这个里边的话有小的变化。这就等于是一个灰布啊，灰布的区域。就是这个灰布它这个区域呢要给它留出来啊，留出来。Thank you.
这个是该灰的灰，它有很多是浅灰色。这下灯就等于是亮灰暗同时走，啊，同时走，然后再去调整它这个变化。